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袁弘排舞教室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首《爱在心坎里》。本舞有四个八拍，右脚起步，前奏有八个八拍，再加四拍。好，现在我们以12点钟方向这个方向来为大家分享。第一节，点收跨滑收，点收跨滑收。第二节，后踏摇回进恰恰，踏转进恰恰。第三节，左右点收转，左点并蒙托罗转，但是每一次转的时候是用前交叉的方式，我们来演示一下。右点收转，左点前交叉，转90度面向9点钟。接下来再一次，右点收转，左点前交叉，回12点钟。第四节，纽约右掐掐，纽约转并进，面对9点钟，从头开始。所以这是逆时针方向四面墙。现在来数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加四五六。七加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。这首舞有两个间奏，第一个间奏五点钟跳完，面对九点钟。面对九点钟的时候有四拍的间奏，第二次是第十回跳完，面对六点钟的时候也有四拍的间奏，这间奏就跳右左右左的摇回，然后从头点收跨收。以上分享，谢谢大家。